今日娱乐圈又迎来了一位大美女的惊艳亮相，金龙影后金高银，那可是韩国影视圈的璀璨明星。如今她带着全新的造型飞抵杭州参加香奈儿活动，简直是要把杭州城的美貌指数直线拉满啊。只见金高银小姐姐一头利落的寸头造型简直 A 到爆炸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寸头哦，配上她那精致的小脸，简直是干练与帅气的完美结合。而她的穿搭也是亮点满满，一件明亮的鹅黄外套瞬间点亮了整个活动现场，这颜色就像是春天里的一抹暖阳，温暖又明媚，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鹅黄外套与寸头造型的搭配简直是干练中又不失活泼，完美展现了金高银的独特魅力。网友们看到金高银的新造型后也是纷纷留言点赞，金高银这造型太绝了，简直就是行走的时尚教科书，寸头配鹅黄外套，这简直就是最完美的搭配啊。金高银的气质真是越来越好了，期待她未来更多的作品。